飞行的范围的限定，它飞行的速度就有限，它的限定如果超过限定的话是超过两次以上就可以。如果是对考照有兴趣的话，每一天都能喝到这边的考试，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参观一下。然后到这边，他其实还有其他动作，我会介绍到这边去好了。来吧。赶快在等那边，我要在地上，我要很完美的在地上。